真畜生啊！我是打野，知道吧？现在有那个。 位置选的，不能带时间吗？带不上时间。他是故意抢位置，有点恶心兄弟。而且他打野怪还故意不帮我打，然后最后一个人抢了，这是最伤的。 他要是帮我打了再抢，这样我损失的时间不多。只能去抓人了，没野怪的。这个位置他没法闪啊，他不好闪。 他闪现闪这边的撞墙的，闪前面的话还是能A的。坏的，他妈一个野怪都逮不到，这反正升二级都升不到吗？我是二级啊，好弱呀，兄弟们。 这好狼玩啊，兄弟们！这上把挂机，这把畜生来抢野怪，菜的要死，真的菜的要死。 对，打的韩服，打的韩服，韩服畜生好多啊！这打个匹配，国服根本不会这样。他在打这个呢，在打那个虚空瓢虫。 没打、啊，毫不。这种情况就必须得打那个控资源的，因为不控资源，他跟我抢野怪，我真的就没法遇的，知道吧？其实资源加的经验也不少，知道吧？资源加经验也不少的。 要多少把三十级？不知道啊。希望快点吧，希望快点吧。你们有没有人算过呀？我现在就是一把能加300多的经验，300出头，是有300吗？好像300左右，还没有300出头，300左右。如果打到20多分钟的局，能打，能加300出头。 如果是20分钟以内的话，是大概是280的经验。有兄弟知道大概需要多少吗？他也跟我来抢红的是吧？啊，这回不来了。
不来就好。我抓人需要红 buff， 没有红 buff 抓人成功率低得很的。他玩个蜘蛛去搞对面打野啊，搞我干嘛？想去搞对面打野的。上路状态不好啊，兄弟们抓一波。不管中路。A W 走个躲 E， 走 A 走个躲 E， 他不放 E 是吧？可以 A 走个躲 E，OK 活着了。然后走个躲 Q 就行了。假装回家，因为刚刚没看到寡妇，现在看到寡妇进野区就没事了。好，打个野怪，有钱买幽梦的带回家。买圣长，圣长卡那得花好多钱啊，兄弟。再买个圣长卡的话得花好多钱啊。我算一下，我待会去看一下。那得买，那又得花，那得花200多块钱啊，两三百呀、啊，那得。算了吧，买圣长卡就花的钱就多了呀，两三百呀、啊，兄弟。但是确实，要是不花钱的话，那个。花80多块钱，八十多块钱是1400的点券，80多块钱1400，你们算一下，我待会去看一下那个点券要多少钱，就是那个圣场经验卡，确实不花的话，确实打的有太慢了。白嫖什么？白嫖那个，白嫖圣那个经验卡是吧？控资源，没有野怪刷的话就控资源，抓不到人又没有野怪刷，他就控资源。幽梦一开，直接往前走啊！往前走，他要给人家放球的 ，Q， 然后 A， 直接 A 就没，他直接就没了，拿不到这个头。啊，上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啊？有机会，兄弟们直接去啊！先别刷虚空闹钟，直接去啊！把这个血量拿满，看一下。待会继续老样子啊，躲他技能知道吧？特别是他的 E， 等那个兵线过去啊，不然太多兵了我们不好打。把这个排了。哎，躲到 E， 他放大的，那算了算了，被他 E 打了，没躲掉，兄弟们，走，打抓不了的。先往后面拿，等那个消失，看他敢不敢追。他跑的这个逼。兄弟们，他跑的，他挂个 W 跑的，来再抓一下上路试试。武器上线的，上线的，来上，来 W A Q E A， 哥们你杀他，你别拍那个什么东西了。对，
干嘛的？吃剑啊！可以可以，蓝切，蓝切也不算加强吧，兄弟们，蓝切也不算加强，蓝切就是改了价格，改多增加了100块，然后攻击力高了5点，这算加强吗？不算吧。好，对面又点了，怎么把对面到15分钟就点啊，兄弟们。